黄金上当了。对啊，气死我了！你看，我买的时候36克，现在只有26克，少了10克，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会买回来就被清了呢？哎，早知道就送贵店买了。怎么这么重？他们秤有问题吧？秤不可能。我爸不懂，还特意测了手机的重量。正确。要知道，就算是正常的秤，也只需要一秒就能造假。一秒造假？不信。我在书上看到过，现在就带你还原一下。用一台校准过的秤，称出来金子是26.8克。但只要将一块磁铁在秤梁时移到秤下，所产生的磁场不仅会干扰压力板，还会影响传感器的内部电流，从而让电子秤出现示数错误。这么简单就能造假，岂不是防不胜防？那就趁着世界读书日多多阅读吧。